大家好，今天拿了几棵果树要过来种植啦。那现在就把这个提过去。那这边我种的就是葡萄啦，先把这个壳子拿出来。就直接放下去就好了。盖一盖。那这边来种的是灯笼球啦。啊，这边已经断掉了。这个已经折断了，这个就是灯笼球了。那后面那一颗啊是芭乐，那我就种跟那一颗对齐，就挖在这个位置就好。那现在要种这一棵是梅子，大棵的，嫁接的。这个、种下去啊，明年就会有就可以摘的啦。那现在种下去啊，有点倾斜，我们再把它导正一下。现在这一颗那这一颗梅子已经种完了，啊，原则上啊，我们这个施肥要分作季节性来施肥，啊，刚种下去不要太早施肥啦，三四个礼拜再做施肥就可以了，啊，接下来就季节性，啊，原则上这一颗的梅子，虽然呢分枝我们还没有长得很开，不过原则上这一颗。一年后，明年啊，它就开始长，会长果实了。所以说，施肥千万不要疏忽掉，季节性一定要做施肥。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一颗啊是龙眼，然后我们要种之前哦，那下面这个土要先挖深之后，确定。下面土松了，深度够，然后再把土填回去，填到差不多，我们再种下去。那这个要种之前啊，这个龙眼，因为龙眼
这个到时候长会很粗，然后根会爬得开，所以说我们要种之前，下面的土一定要挖深，周围的土够深松了之后，再把它填到差不多，上面的土我们再放在上面，这个在旁侧边的土再把它盖一盖就好了。那这个龙眼啊，这个种下去哈、哦，欸，就是说一样啊，跟之前果树种下去一开始都不要太早施肥啦，原则上你一个月后再施也 OK 啦。啊，接下来也是跟刚才那一样，是分作季节性来施肥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之前我有种果树有加减种，不过。因为上次啊被水冲走了，太大的水，所以说冲了之后再种，继续种，继续努力，加油，拜拜。